不限 FT， 有口皆碑。冠军的参赛作品现在可以来报道了，全场总冠军，来请全场总冠军的参赛 model 现在带着你的报名表。这位他的这个职业是农民工，好不好？这个身材壮硕方面，去年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的这个职业是什么？农民工，啊，这么壮，今天这个。新闻各位呈现的是我们三天内所完成的作品，不管你是有没有参加现场组，有没有得奖，都可以来角逐我们今天的最佳大力最佳的报名表。来到舞台右手边报道，马上就要来评比了，马上要评比了哈！全场总冠军的。好，时间过得非常快，表定我们现在八点应该要收工了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差多少，还两个评比，我们快速的把它评比完。今年的展会圆满的即将要落幕了，我在这个时候呢，大家还在的时候，来，我们下面一个位置，谢谢。来，直接不用下台了，帅哥直接上台了。来，全部的请上台。我们台上是我们金钟年哈的风眼，我刚才上了哈的风眼了。哈的，再上一次。来，大家站起来。来，我们到中间的部分。好，来，请您到中间的部分。好，我们掌声来欢迎主持，掌声鼓励。好，主持，我跟大家讲讲话。大家好，有什么？北京主持，掌声鼓励。跟我们这个讲一下，这个大约的讲一下这一幅的作品，它的设计的概念以及它的什么困难的，就是您的在设计它的时候有什么别出心裁的部分？对，因为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考虑做这个奖牌是，就每年我们一个传统的就是一个中华文化，是，这就是有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讲究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是对。去年的我们的奖杯是以孙悟空，还记得吗？就是无论是奖牌还是最终的大奖，都是以孙悟空这个原型来去做，因为是猴年嘛。那今年正好是鸡年，那我就以鸡的这个元素，鸡这个概念上去设计我们中华的这次一个最佳的一个 Best Show 的一个奖杯。是那作为鸡的这样一个概念，其实我们提起大家或者是在纹身里面运用最多的一个元素，这个鸡其实就是一个凤凰。凤凰的概念，对，凤凰在中华的一种文化里面，它是一种浴火重生。其实这个里面，其实第一呢是用我骷髅的那个著作的灵史的那本书的一个来历，然后一种概念。然后另一个呢，其实讲的就是凤凰在诞生之初，它相当于这是一个凤凰的一个母体，就跟我们蜜蜂的蜂王一样。然后我在做这个奖杯的时候，最后拍了一个段视频，是点了一个燃起的熊熊的烈火，所以。凤凰浴火重生，相当于这个凤凰的母体的灵体一样，从我一样，然后所有的这种凤凰在它从它的母体诞生出来，都诞生出很多像现在我们悬挂的这种的小的像的凤凰的蹼一样，是出来这么一个概念。对，所以就是用这个来去诠释凤凰是怎么来的，去诠释这种母体之后诞生的一个概念，也是来去讲解我们中华文化一种纪念的一个概念。是，好，掌声谢谢主持详尽的解释。好，那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来自我们的 World Famous 所赞助世界知名纹身墨水，以及我们的这个张波老师所共同来赞助的 Thanks for Mr. Lu， Thank you。 来，我们的雕漆墨黑也有请我们的我们这个主持先来颁奖吧。哎，我们的好，哎呦，等一下，应该要颁奖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一起上来吗？ OK， 那 AD 在哪里？OK， 好，2017年第八届韩国际纹身艺术展大会最佳奖得奖的是 2017 Taiwan Tattoo Convention Best of Show， The winner goes to Jay Freestyle。Here is your guest of show. Here, congratulations, Mae Sung Mo.
Thank you。已经够打开了啊！好，我们让盖子打开，让更多的这个观众进入到我们这个地方。好，稍等一下，稍等我们的主持人来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参与我们的赞助计划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最新影片动态，所有影片版权所有禁止上传中国网站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participate in our sponsorship program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All video copyrights reserved. Uploading PRC websites is prohibited.